睡啊，市长，昨天几点睡啊？昨天应该是快两点吧，差不多。快两点哦，怎么突然间深夜发了这篇签字文啊？想说有一些那个行程很忙，有时候就那里也没时间写东西，后来就想一想，要睡觉前就稍微有一些心情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样。就是这八百多天点滴在心口啊。对啊，就是这样，还没播进啊，时间实在很快，好，这样一下就八百多天。不过非常感谢市民的大家的陪伴啊，这让我们每一个高雄人都觉得在这困难的时候，大家都心都纠结在一起，一起努力，这种打拼实在的感觉，真的我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感谢大家。